TV， 跟住呢個第三季第二節，跟住就係繼續係頭先講翻一個就係301部隊嘅下半節啦，冰河戰士。這個呢個通常咧我唔知道其他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嗰啲朋友咧感覺會唔會同我差唔多？就係呢個係比較受冷落嘅，我覺得，因為佢又冇超級機械人啦，即係佢唔係大鐵人，佢唔係金剛飛天轉啦，咁佢又唔係戰隊啦。咁佢呢個比較騎呢啲嘅，我老實講，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比較冷落呢一個動畫嘅。咁後期有陣時而家都會有人講翻咧，但係都個印象好模糊啊。我啱先同阿Zuko講翻咧，我係記得，但係咧會同另一套動畫咧會撈亂嘅，就係、是、有一套叫做巨情無比的。巨情無比的，因為都係好似有啲北極嘅元素啊嗰啲咁嘅嘢。嗰類嘅。咁呢套咧其實佢就叫做冰河戰士啦，咁就係、是、都係70年代末嘅一套動畫，佢就聽講佢想騎住009再做人嗰個勢一套類似嘅作品，都其實都係佢嘅延續啦，咁樣即係嘗試去轉變嘅一樣嘢。都係一 team 人啦，咁佢哋其實就係再造人嚟嘅。咁個故事就講咧，唔知30000年前咧就已經有外星人侵入地球啦。咁當時地球咧就好文明嘅，咁地球已經亞特蘭提斯咁樣啦，係啦，即係已經嗰時嘅地球人咧就已經做咗一 team 再造人出嚟打外星人㗎啦。咁啊打走咗外星人諸如此類㗎啦。咁但係咧嗰呢一 team 呢一 team 再造人咧就唔知點解就冰封咗喺個大概咁上下啦，喺個雪地度。咁後屘咧去到現代嘅時候咧，一隊嗰啲南極嗰啲探險隊咧，對一個日本嘅博士咧，就俾嗰啲翻轉頭嘅外星人，即係啲外星人又再次侵入地球啦。咁我好似有啲相嚟。咁其實幾有趣，因為呢一種咁嘅故事元素咧，譬如話講緊係古代嘅超文明咧，其實喺日本係經常用嘅，咁或者係其他地方都會出現啦。咁其實佢嗰個講緊個外星人入侵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一個遠古文明。咁當其時咧，其實佢哋班人係死曬嘅啦，咁差唔多係最後就改造咗呢幾個人，但係因為一啲意外就令到佢哋冰封咗。而啱啱嗰個時又冰河時期喎，咁啲外星人就個地球唔啱住，暫時走咗先。咁嗰個係啦，跟住個地球跟住就係解凍翻啦，即係總之合適翻啲生物，咁我哋又再落過嚟，咁我哋又同時期甦醒咗嘅。咁即係佢當嗰啲咁翻嚟現代嗰啲外星人再次侵襲喺個呢個一南極定北極啦，咁個日本博士。差不多好危急嘅關頭咧，咁喺冰下邊咧，突然間有隻紅色嘅戰機衝出嚟啦，而入邊嗰五位作造人咧，亦都同時開始甦醒啦，咁樣，咁啊第一集嘅故事咧就係咁樣開始嘅。出未啊？出上未？出咗。咁其實嗰個機咧，我細個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唔知點解，好似覺得嗰個番簡盒再扮兩個嗰啲咁樣嘅。氣候咁嘅樣嘢，即係嗰啲係花灑嘅。嗰個設定係真係好 hea。係，其實真係好 hea。咁個頭嗰個位係一個轉嘴咯。係啊，咁即係當所以當時你講佢比較冷落咧，我覺得係即係都有原因。所以細路仔其實都識睇嘅，即係呢一套個設定咧，無論係人物設定同埋啲機械設定咧，其實就算係以嗰個時代嚟講咧，都係比較遜色嘅。即係你同時間有大鐵人17號啦，已經咁嗰你睇得出嗰個美學上咧，即係。大鐵人實在是走得前一點，而這一套呢就真的啲嘢係仲係好舊 feel 嘅。佢其實嗰、那個咁樣講啦，佢就啱啱係即係始終都係捉住009嗰個勢去延續啦。咁、但係所以有啲地方其實個設定上都會係好近似。咁啊仲有啲係咯，都係喇叭褲嘅造型啦嗰啲咯。咁佢就係一 team 人嚟嘅。咁其實這一個咧，佢就係、是。故事入面咧，佢係第一個再造人，所以佢咧嗰個外形咧係比較失誤嘅關係，連原本嘅樣係原本嘅樣都冇咗。咁佢喺個ending 嗰度咧，你見翻佢係一個比較身形灰梧啲嘅男仔嚟嘅。有冇出到圖啊？咁就右邊嗰個咧就係最高呢個啦。係啦，跟住然後仲有個細路咧，就係呢一個黃色嗰個啦。咁細路就係伊丹諾嘅。咁嗰陣時嗰啲設定通常都係最矮細嗰個咧，就係最聰明嗰個啦。係啦，跟住。一號就係紅色嗰個就比較擔大旗啦 ，leader 啦，係啦，藍色嗰個就係比較反叛啲啦，紅色同藍色嗰個就成日鬧交啦，通常都係呢一種咁啊，女仔就係一個母性嘅存在，好似娜娜咁樣啦，都係即係神勇飛俠嘅一個組合啦，其實都係咁樣。咁係咯，咁其實呢一套而家突然間即係有品牌再出翻呢啲咁樣嘅，即係工匠堂係啊，其實佢你見到工匠堂咁佢本身都係中意出啲比較係自己喜歡嘅 character， 我好 feel 到呢樣嘢。係啊，佢本身係比較個人喜愛呢樣嘢嘅。咁我哋都有問過佢點解會揀邊個戰士，佢就係佢中意咯。即係佢係好中意揀呢啲係佢自己，佢會係選擇咗佢個人嗰個對嗰件事嗰個熱愛嘅程度先。
咁誒嗱，其實講翻佢嗰個配音咧，其實幾特別嘅。講翻嗰個男主角啦，咁阿健啦，同埋呢個叫做加也啦咁樣。咁、那個男配音咧，其實我哋加咗啲貓字喺背脊嗰度。係啊，因為我真係記唔到個名字。跟住咧，其實係阿健咧，其實個男嗰、那個配音人咧就係邊個咧？就係古谷徹，即係阿寶啦。即係阿寶啦，日本嘅阿寶。係啊，咁然後咧，加也咧就係、是、神谷明，咁係邊個咧？就係、是、北斗之拳結次郎。或者是這個猛波和這個吉玉人，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聲優，就是在這件事裡面，我看回資料的時候，咦，原來是找一些比較紅的聲優 去做這件事。即係都是這些公仔的，就只能夠看造型啦，可動性就其實那些咁多。係啦，咁其實因為玩膠好多時候都係講緊係一個 feel 啦，咁其實嗰、那個望嗰個造型咧，其實佢呢一嘢咧就係 3D 畫嘅，但係佢你見到佢係有嗰、那個即係嗰個神韻。通常好多人 3D 畫咧，佢因為太過工整，但係個出嚟嘅效果咧就變咗好硬。但係你見到工匠堂，如果就算用 3D 去畫嘅嘢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出得係佢個味道係會比較濃少少嘅，即係唔會話係好一個好假嘅公仔咧，即係 3D 畫，會見到收到啲位咧係會好靚咯。咁冰河戰士其實係仲有隻狗啊，但係佢哋就冇出到隻狗。隻狗喺故事裏邊咧，就因為個頭咧係本身仲係生物嚟嘅，所以就係瓜咗。其實佢哋每一個個頭都仲係生物嚟嘅。係係，除咗佢咯。係啦，咁係隻狗就係本來係屬於嗰個博士嘅，咁第一集咧就已經受咗重傷噶啦，咁就係呢班冰河戰士幫佢再做狗。係。佢臨尾嗰集亦都係連再做狗都香埋，咁就完咗啦。咁樣嘅，因為套戲其實係個集數唔太多嘅，其實個集數唔太多嘅。吞到只狗啊，喺右下角嗰度嗰只狗。係啊，咁其實呢套戲點解會其實係會認知嘅，即係都係咁講啦，係因為當其時嘅301部隊啦，咁而去睇到嘅當其時就有大鐵人十七號啦、冰河戰士啦、金剛飛天戰同埋五勇士，咁即係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比較早期的五個人一代。其實我都不太肯定他在香港有沒有播完，因為即以我所知呢，在301部隊其實是做到咁上下，加時就接了嘛。是，其實他只是過松一些月左右而已。但為什麼我印象那麼深的呢？其實是奇的，過多月是暑假。我印象是很深的，因為其實他是77年的，那其實當時是暑假播，我睇翻資料，但係因為我其實嗰陣時都好細，四歲左右，即係啱啱係幼稚園嘅。咁係佢係播咗一個暑假，其實播得幾集，係半個暑，總之播咗係唔知六七集左右，就其實成個電視台就倒閉咗。咁呢個就變咗一個回憶啦。係咯，咁即係變咗呢一套係純粹情意結嘅產品啦。咁即係我成日都話，有人肯出，咁係其實有陣時都有加分嘅。係因為。就話如果當其時即係點講，係我哋嗰輩啲人啊，如果你呢刻有人肯出，如果你 skip 咗嘅話，其實應該繼續，你冇可能期望有人會出可動飛架嘅。係呢件事就係咁，同埋就冇乜可能。而佢嘅膠品亦都出得係好有味道，即係真係望翻嚟嗰個感覺係有個當其時嗰個懷舊嘅玩具味道。我自己就覺得做用 Q 版嘅方法嚟出咧，我個人嚟講就唔。我就會希望佢出唔係 Q 版多啲嘅，不過呢個就係而家嘅潮流啦，即係呢樣我講。但係其實因為懷舊味就同 Q 版就有少少分別嘅，咁佢呢種懷舊味個頭係會比較個頭比較大啲，係啊，但係就未去到即係話真係 Q 版嗰種個頭就去到好大。咁但係佢嗰個頭盔做翻透明件呢個幾得意嘅，咁同埋睇翻嗰個透明件入邊有翻嗰個人嗰對眼啦，咁做翻嗰個神水都幾靚嘅。可唔可以你個背脊睇啊？我想睇嗰個。嗱，其實因為我係啊，因為我貓子我記唔曬啲名字。因為我哋記唔到啲名字，所以其實亦都唔係好肯定呢啲名係咪當年街市嘅時候播嗰啲名字。好笑。我非常之有保留，應該嗰陣時街市嗰啲名唔係咁複雜嘅。嗰個年代咧，嗰啲中文配音咧，呢排我喺 Facebook 度都有同啲網友喺度傾嘅。即係我哋好懷，我自己好懷念當年嗰啲香港各間電視台為嗰啲日本動畫角色配譯嗰啲中文名咯。是易記很多的，現在呢動畫配音的中文名字是興了台風，即台灣風格，即將每一個無論是響音或者是即每一個音都要用一個中文字表達出來，是不可能記到。我現在才開始看《鐵血的孤兒》，那個女主角的名字是10個字，很難記，她還要是不同的人物稱呼她呢，是會選她十個字裡面的其中幾個字，即是同一個人物，不同人叫他是有不同叫法，我真的記不到。
係，因為其實而家我都出現咗，就係睇咗好多次啲動畫，睇完成套都記唔到個主角。係，我而家都唔記得有個，我記得有個男字咯，嗰、那個《跳的孤兒》嘅主角。係啦，咁其實講翻佢嗰個嗱，咁《冰河戰士》嗰個，我即係幾中意佢嗰個頭盔裏邊係見到對眼呢樣嘢係好重要，因為即係如果俾出朗膠就正常就可能會係。密封了就冇對眼，但係做埋咁，同埋佢有件 pass 就係有翻個拳頭，除咗揸槍之外，咁、那個外觀上其實我自己都 OK 中意嘅。就出不過呢一 set 就唔係我做原型嘅，咁佢哋係依家每次佢都講明，係啊，我已經講明噶啦，係我做嘅就係我做噶嘛，其實不嬲都有講嘅。好啦，誒唔好再講嚟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作為細個睇過呢套動畫嘅人嚟講咧，我反而會期望佢出未著盔甲嗰時候我做型。我好像有一張，是啦。其實你看上面呢，譬如這張圖的左上角呢，就是他們未穿盔甲的圖那個造型啦。還有他在飛機裡面。在飛機裡面，跟著個男主角 IS 號令，那就，放大，放大，不要理他了。那就，跟著就穿盔甲，其實他們在動畫裡面呢，他們不穿盔甲的時間是長一點的，應該。那還有看到他們每一個人的樣子呢，其實我反而會 prefer佢未變身之前嗰個造型，即係個樣啊樣嘢，或者呢個品牌遲啲會出一 set 係未著盔甲，我覺得有咁嘅可能咯。睇下個反應係點。係啊，要睇真係要睇反應。咁呢個就要問翻佢嗰邊咁不如我哋轉去呢一隻啦。係啦，跟住就係連環小金剛。連環小金剛，即係日本都叫魔術合體，魔術機械合體啦咁樣。其實呢個就是我做原型的，咁就係、是、佢哋亦都係第一次嘗試去揾人去做手挑，就唔用去 3D 畫。咁佢亦都有個要求，就係做一樣嘢，就話希望就話做得窩啲，即係所謂窩啲就係我嗰、那個泥擺咗落去之後咧，佢就希望你唔好真係太過修正得太過好，佢就要嗰個手做嘅感覺。咁啊，當其時佢畫幅圖咧，其實佢有張個 designer 畫張概念圖啦，咁我就話不如試下，如果手做係用機，即係用翻車床咁樣做出嚟嘅效果係點啊？呢個咧其實係當其時咧車床做嘅大髀嚟，即係呢個小腿，咁呢個車床做嘅小腿，咁但係跟翻張圖嗰個比例去做咧，你見到其實嗰個感覺就都係有啲硬嘅、那個感覺，因為即成個桶咁樣車出嚟啦，冇乜線條咯，係啊，冇乜線條。咁最後咧就話咁話佢哋都話佢其實係嗰個自由度係好大，我即係幾好啊！仲好多個隔開嘅自由度都好大嘅。總之就話不用你嘅 style 去挑，咁我就選擇咗就係話同一般嘅懷舊家有少少分別，就通常你會見到啲都個頭都會比較大啲，但係我就選擇咗個比例係舊式動畫比例就五個半頭身，即係你見到係個頭會大少少，咁但係個比例唔會去到係 Q 版嘅。咁同埋就話佢哋都希望就喂咬腰啊，俾翻啲氣勢。咁所以點解我之後挑嗰啲咁樣嘅超級機人系列咧，都會係側面呢種好人化嘅方式去表達。其實呢個動作係咪即係近乎係大圓光牙或高達嗰個站姿？其實係嗰啲嗰類型嘅係，即係其實一般人其實正式站姿咧都係咁樣嘅，少少係啊，一定係會咁樣曲咗啦。咁其實佢仲有另外係一把劍嘅。咁係係咯，呢就係我，所以我可以拆出嚟玩啦。咁嗱，咁呢件咧，其實係有一個限特別版嘅，就係、是、可以碌過去，就係話將會喺日本咧就由加油 Medicom 嗰邊發售嘅。咁啊有一個特別版就係黑色嘅黑色版本，係啦。咁亦都嗱都講翻啦，見到呢個係一個網站裏邊會睇到啦。咁你見到啦，其實係下邊有寫翻。挑嗰個係邊個人嘅？OK 啦，係算啦。係啊，即係我好介懷嘅，你知啦。我啲人好小氣嘅。咁其實會見到係有把劍啦。咁其實係我換翻落去。咁啲人會問會唔會有二號同埋三號咧？其實係嚟緊嘅。咁而且仲有另外一套其實有正名嘅，呢、這個係葵扇金剛。係啦。跟住嗰只係梅花金剛同埋鑽石金剛。係，但係我自己就嗌咗一號，係二號三號啦咁樣。咁其實套戲其實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本身咧，佢係一個魔術團嚟嘅，即係嗰啲咁嘅係派馬戲團表演。因為我相信佢呢一套機械人動畫咧，佢有少少想係圍繞住魔法，啲咁多圍繞住魔法魔術呢樣嘢嘅。係。咁同埋佢嗰個敵人亦都唔係啲外星人，而係啲類似啲魔法師嗰類咁樣。邪教集團諸如此類啦，仲有啲哈利波特元素，有啲咁多妖術，佢哋都要揾一隻唔知咩大魔蛋
我實質我唔知係咩嚟㗎。佢成日提住就話要揾一個，去揾個大魔蛋，即係類似嗰啲七粒龍珠嗰啲咁嘅嘢咯。所以即係佢係點解會有魔術嗰個元素呢？其實佢係魔術魔法咁啊，有個咁嘅撈撈亂亂咁啲咁嘅嘢。哦，佢有趣嘅地方其實本身呢隻機械人咧，其實佢係由貨櫃車變身嘅。同埋我當時呢個貨櫃車即係話究竟係咪呢個係柯柏文睇嚟並唔係第一個由貨櫃車變身嘅機械人。同埋我當時睇動畫咧，我以為嗰、那個即係我就咁睇咧，我以為嗰個變身係冇可能變到。但係前幾年有一間品牌咧係做到係可以變到身噶嘛。係因為我以前咧嗱，其實佢當佢揾翻嗱工場堂嗰邊揾翻我挑嘅時候，我揾翻資料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先醒起咧，原來呢套嘢都係七七年嘅。咁我睇到呢套嘢嘅時間咧，其實好依稀。咁但係我係發覺，我睇翻啲資料，揾翻啲你製作嘅時候通常要揾資料。我原來留意到咧，嗰套超合金咧係我有一套，即係我屋企人就送咗俾我。咁我原來我亦都 remind 翻就係原來當其時咧，我係麻麻地中意呢只嘅。雖然佢係主角，點解咧？佢係變咗機人之後咧，佢個樣係其實係一塊板，係片實係啊，佢係貼翻落只機人度，咁所以佢係冇輪廓嘅個樣，係一個貼紙嚟嘅。我自己就成日將佢同埋無敵飛天俠撈亂，因為大家都係三四隻啊，諸如此類。咁其實佢同無敵飛天俠咩關係？係同一間公司。啊 ，Nippon，即係日本Nippon Anime。啊 ，OK。係啊，咁嚟緊亦都會係其實公布咗㗎啦 ，Nippon Anime 嗰邊，其實我係挑嗰個係無敵飛天俠另外嘅一號機同二號機亦都係挑咗嘅，咁但個名亦都唔記得藍色同埋綠色，咁其實都會出埋其他嘅。點解會出嗰、那個？咁呢件事亦都係講一講，係因為之前有人咧係冇攞個 license， 即係我哋所講嘅侵權啦，即係冇個攞 license 出，而呢間公司就因為見到咧就話不如你哋幫我哋做埋，咁啊而家就委託咗就係變咗係打盜版啦，即係侵權打侵權。我哋識咗佢咁多年嘅人咧，就會知道咧，佢對侵權呢樣嘢咧係好係好執著，因為其實大家係大家唔會明白侵權其實嗰個影響係滲透咗喺每一個有讀過創作嘅人，因為你好多時讀創作嘅人，當你創作嘅時候，你唔知點解會喺香港區會第一樣諗一樣就是、我啲嘢會唔會俾人翻版？呢、這個就已經話俾你聽，其實呢件事係不知不覺中已經滲透咗你嘅生活，或者係而係你唔知㗎，你唔會覺得係有問題。但係如果你有讀過創作而你諗住自己出嘢嘅時候，你第一件事會諗就係呢個問題。咁啊，咁大家好嚴重啊！係啊，因為嗰件事係涉及嘅範圍亦都好闊啦。咁我所以我見到我挑其實呢只嗰個樣，你俾三個立體感佢。係啊，我話有埋咁樣，我會係弧翻個弧度，我唔係扁啦。唔知睇唔睇到咧？係有翻個樣喺度咯。側邊嘅時候可以放低，係啊，見唔見到？係啦，就唔係一塊板咯，係啦，就唔係一塊板咯。因為佢係真係好少出品，好少作品，唔係好少產品。我想講係做過呢個機械人，前幾年咧就出過好貴嘅一個可以變形嘅玩具，嗰套嘢成三四千蚊嘅，好似而家仲有得賣。如果我好似現時點仲有得賣？係咁呢一套我諗即係。就會是一個造型先決啦，外觀上都是嗰個係懷舊味啦。咁但係我係加入咗一啲自己元素同埋一啲比較新少少嘅嘢。好啦，好啦，跟住最後金灣嘅都係工匠堂嘅嘢，就係咩咧？好，呢啲啱啱出，即係其實係之前訂，即係喺展覽裏邊加支旗喎。係啦，咁其實係咩咧？咁呢個咧就係小學編嘅，佢兩個係。咁係有個優先，唔係呢個係小學編嘅，呢個係中學編嘅。咁小學編嘅時候咧，見到兩個都係藍角啦。咁小學編嘅時候就係藍色衫嘅，中學編嘅時候咧就係紅色衫噶啦。咁我自己當其時都有黑膠碟嘅，呢就係日版嘅。死啦！我有啲撈亂添，但係坊間唔係已經有啲足球小將嘅糖膠賣緊嘅咩？係，但係其實佢係呢個係講緊係臨尾嘅時候，因為個樣唔同啦。即係同一個品牌嘅，同一個品牌都是工匠堂嘅。即係呢個就已經是大個啲啦。呢個已經係第三十，呢三隻就已經是第三十三隻嚟嘅。係咯，出咗好多隻，我都亂，我都亂曬。因為佢出咗俾其他角色嘅出賣。即係而家賣緊嗰啲咧係最細個，係啦，意思啊。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啱啱開始就步入中學編嘅啦。哦，係啦，就係咁樣樣啦。呢個就係小學編後期。係啦，最後就係優勝咗嘅時候，你見到咧佢個錦旗就係嗰啲係佢個錦旗唔係膠做嘅，佢錦旗真係呢個幾得意啊！係布做嘅，而且仲要係嗰個電子即刻繡花啦。真係有刺繡喺上邊。係啊，刺繡嗰度啦，嗰個電腦刺繡。
係因為呢袋嘢係某人嘅，所以我唔插得地講。哈羅係係，因為佢有兩隻係佢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跟翻捉套戲，因為阿大頭妹佢自己車嗰個咧就係啲碎布整埋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小學篇裏面嘅原。鬆唔鬆到啊？睇唔睇到啊？睇到係嘛？係啊。係咯，呢個布係幾吸引咯。係啊，咁同埋就係話其實足球小將對嗰個漫畫個影響其實都幾闊嘅，因為佢唔只係一個運動嘅動嘅一個動漫啦，咁。佢對人嗰個影響係咩咧？其實係原來有好多因為睇咗足球小將，細個嘅時候睇足球小將，然後就係走咗去踢波，其中有啲咩中田英壽啦，係啊，佢係睇呢套足球小將而走咗去踢波啦，同埋一啲巴西嘅球員，其實原來講翻就話都係因為睇咗足球小將。咁而家比較少嘅就話外國嘅，即係呢啲日本嘅動畫係去到外國而咁受歡迎。咁其實足球小將係其中一樣嘢。你咧嗰陣法國嗰邊有冇都有？雖然個名好騎呢。個名是隔硬亦都做類似係智慧與太來咯，因為佢一個叫 Oliver， 一個叫 Tom， 即係譯名啦。咁嗰個法文 title 咧就叫 Oliver and Tom， 即係 Oliver and Tom 咁樣，即係好隔硬嘅，先好隔硬嘅。咁但係足球小將喺法國都係幾算係幾受歡迎嘅，就唔係最受歡迎，但係佢算係幾受歡迎。以當其時八十年代嘅，即係咁講啦，因為呢個足球小將其實應該係講係屬於叫做35周年，咁其實係一啲叫做集體回憶，因為大家好多時睇應該話睇足球小將應該係430穿梭機噶啦，而當其時大家應該都係小學嘅時間，咁大家真係有啲乜嘢就我自己細個時候咧，我係讀我唔講埋自己讀邊間學校，總之我讀嗰間學校咧就足球係好盛行。本身因為我在香港嗰間小學咧，個校舍係有足球場，好大嘅足球場。咁所以我班同學除咗我之外，但我有好一班同學踢波係好叻，所以足球小將播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好瘋狂嘅。咁但係我後屘我睇，因為我自己唔踢波咧，咁我冇佢哋咁癲啦。咁但係後屘睇啲個個都喺度玩，我睇下呢出卡通片。跟住我睇嘅時候，我覺得我搞錯呢出嘢，嗰個龍門咧就冇雷公咁遠。咁同埋咧，佢有時嗰啲絕招咧嚟曬譜嘅，有時有一隊敵人，即係其他 team 咧，佢係全隊人用一隻腳，跟住每人一隻腳鏟個波去人哋嘅籠門。呢個我記得好似係呢個係明和隊對唔知邊一隊，跟住咁多個人係鏟個波。跟住另外一隊嘅絕招就係擒傷人哋嘅籠門架嗰度。佢話呢隊。點解？但係你吹佢唔漲，佢就係推動到日本嘅足球，即係嗱呢個其實好明顯嘅分別就係咩咧？當大家係好重，但係呢啲係好重呢套戲嘅人覺得呢啲嘢好合理，同一個好理性嘅旁觀者就會睇到搞錯啊！呢班友發神經，即係嗰件事嘅分別係好大。咁嚟緊啦，咁其實佢哋都開始步入咗中學篇嘅啦，咁所以見到係咁即係話有排出嘅喎呢個。其實係佢其實比較少嘅應該咁講比較少嘅。膠品咧係可以出咁多唔同嘅角色嘅，咁其實足球小將本身每一個角色都有佢自己嘅粉絲嘅，即係譬如話心臟病嘅三杉純啦，即係譬如話林如三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啲係冇人可以喺唔知若干米度射入我個龍門，嗰成日都有人射入。呢件事係幾有趣，咁都係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嗰個呢種咁樣嘅運動嘅動漫。在之後其實我想要退到很後就已經去到是網球王子，但是就變成很腐敗的。Slam Dunk 是 Slam Dunk， Slam Dunk 中間也 是很好熱，會多即其實這一類型的東西是會令到當時的運動是會多了的，即譬如說多了人去打籃球 Slam Dunk 那期其實即趁現在夜晚啦，還有我們就快完場了這一次，那我加多一句，其實呢對現在香港即無論是政府或者香港社會這麼不看重這些遠性創作呢，係呢樣嘢係其實係好令人擔心，因為呢啲軟性創作咧係好影響到你年輕一代嗰個方向嘅。即係除咗你話動畫啦，咁其實咧有一段時期，譬如有一套美劇好流行嘅叫 ER 咧，即係講啲急症室醫生咧，嗰幾年呢套劇好行嘅時候咧，好多人真係讀醫科。即係呢啲嘢咧，唔知點解香港係冇大家係唔去關注佢，即係冇咗呢一個軟性嘅推動力。好啦，我勞騷係咁多嘢，今晚亦都好夜啦，呢一 part 係咁上下啦。係啦，依家咁上咁啊，多謝咁多位啦。跟住仲有冇啊？好啦，今晚係咁多，因為我哋之前應承咗大家觀眾話有一 part 直播係今晚嗰、那個Transformers 嗰個喺呢個活動，但係咧 turn out 原來信號關係嗰度原來係上唔到網，呢啲事係會發生嘅，我好抱歉。
好抱歉，好抱歉。咁其實阿 Brian 喺應該係有錄影到啦，咁可能夜啲或者聽日就會將個今晚個盛況擺上網。阿Dick喺度嘆氣，因為本來係大家都諗住係兩頭，本來係好似籌款節目咁啊嘛，咁誒雨咗啦 ，sorry。下次我哋應該去睇下現場 ，make sure 佢係有得上網先，好同人講我哋有直播。唔好意思，今晚吹水到呢度，我哋係 ending 噶啦呢一 part 係咪啊？咁呢個301部隊同埋呢個足球小將430穿梭機時間就今次我哋係第一次用呢一個 system。中間仲有少少甩漏，咁我哋會繼續檢討嘅。多謝你哋嘅支持。下次再見。拜拜拜。